白雪般的童话化为艺术家的创作品，也成了另一种赏童的艺术表现。土城区公所搭配新北市客家童话季举办了土城童话季邀请展，从书法、陶艺和油画等等的创作手法，连接土城赏童、土城在地生活等等的生活意象做连接。我们土城每年的童话季，配合童话季，我们土城艺文馆都有土城童话季艺文展的一个展出，而且已经展出第六年了，今年是第六年了。我们今年共邀集了40位的艺术家，透过书法、那个水彩、水墨、陶艺，还有复合媒材，然后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土城区公所今年邀请40位艺术家参与展出，各类作品无不展现土城的在地特色。公所表示，这一些艺术家都有过在艺文馆展出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对于观察土城形形色色所发挥的创作能量，相信会让观赏者很惊艳。我们土城艺文馆事实上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我们提供给各地的艺术家，只要他们有艺术作品都可以来我们土城艺文馆来参展，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那个评审的老师针对他们的作品然后来进行评审，所以能够进到艺文馆展出的那个的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这六年来我们展出的土城艺文馆，我们展出的那个童话季的展都是我们曾经在我们艺文馆展出的一些画家，另外还有也是我们评审老师他们的作品。艺文馆开馆时间周二到周日，五月底前星期假日来到土城童话公园南天母一带赏童话，多加一个艺术行程，看看创作者以丰沛的创作力展现土城艺术文化的无限创意。记者尤文怡，土城采访报道。